出发的调办。 错了哈，好低到的确不太好跑，目的是比较大。哎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我们六年甲班哦，哇，男生，好，六名稳定的占据第一名的位置。啊，这个争议台就是我们80公尺男生男单第一名了哦，哦，不要超过。 哦，差一点点哦，差一点点。目前第一名的是六乙丙班，再来是六乙甲班，再来是哎，六乙有没有可能超过呢？超过了六乙，超过了。哇，这个六乙这个卡位卡得好啊，合法的卡位是没有问题的。哇，但是马上被超过去了啊！ 在后面紧紧咬着，紧紧咬着，哎，沈新平这棒不错哦，红色的这棒不错，哎，有可能在第二个弯道，第二个弯道超过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们六乙又再度，还差一点点，哇，宋乔宇哦，宋乔宇，看这棒没有那么容易的，宋乔宇不会进，冲到那个过去的，哎，有啊，宋乔宇有可能哦，宋乔宇，哎，不错哦。 哇，这棒起到关键性的作用，那当然是老师请，可以一样了。还不错，彩妮哦，彩妮也不错哦，彩妮也不错，哦，彩妮紧追在后，彩妮冲冲冲，彩妮冲冲冲。友谊，不要放弃，虽然你们已经拔河冠军了。 对不对？加油加油！拉我们第三名也可以。哦，我们六年丁班得理不饶人哦，这距离越拉越远了哦。不过我们六年丁班，六年丁班也慢慢的追近了。六甲六甲六甲，靠你们了！六甲靠你们了！六甲冲冲冲！六甲冲！王庭元加油！ 林元加油！哎，黄庭元拉近了，黄庭元拉近了，果然在主任的加持之下，好，陈思颖，我们的汇集的选手，哎，六军这么厉害哦，六军这么厉害哦，六军这么神，哦，这一节哦，好厉害哦，拉近了，拉近了，陈思颖加油啊，陈思颖，后面。 后面有狼了，我装一红，装一红，装一红，会不会亮灯呢？装一红，超车灯要亮下去，超车灯那个地，这样超车才有礼貌。我拉近了，我拉近了，拉近了。啊，六米，六米再拉近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哇，主任实在是很钦佩哦，戴口罩还有办法跑步了，超强的啦。 那是什么牌子的口罩这么透气？加油加油！哇塞，看六饼现在已经进入了关键的棒次了哦，我看速度明显有提升了哦。哦，六饼啊，六饼已经进入关键棒次了。黄子瑜加油！子瑜靠你了，子瑜靠你了，给六饼一点压力。 给六饼一点压力，加油加油，陈轩，陈轩，我们腿长不是好看而已啊、哦，好看也很好用啊。哎呦，红子，哎呦，还没交棒，棒子交不出去，哇！好，最后一棒已经出来，第一棒出来了，六饼，再来是我们的六甲。 再来是我们的六丁，哎呦，王新元，王新元，承载了六年乙班的。
龙加油！东东，你压力非常大，东东，不要再摇头了，不要再摇头了。